車其他新聞。迪士尼樂園下星期一開幕，連續三日有慶祝活動，樂園各項設施同兩間酒店都已經準備就緒。但係酒店業人士表示，迪士尼樂城暫時未能夠刺激整體嘅入住率。方東昇報導。煙花璀璨，星光耀眼。迪士尼好莱坞酒店的庆祝派对，主角始终是米奇。